家好，这个就是集五大核心功能于一体的爱讯智能稳压电源 P2408。打开包装，里面是一台智能稳压电源。香蕉头鳄鱼加一根接地线和一根电源线，将接地线连接智能电源背面的香蕉头母座连接电源。智能稳压电源侧面有一个 Type-C 接口，用于版本升级。当智能稳压电源有新功能发布时，会通过升级版本的方式免费推送，用户只要升级固件版本即可使用新推送的功能。微信搜索公众号爱讯工具，点击产品视频操作视频，爱讯设备升级操作视频，可查看固件版本升级操作。打开智能稳压电源开关，出现开机界面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定义开机界面。主界面由四个部分组成，上方左边是产品型号 P2408， 中间是开机时间显示，右边是版本号。智能稳压电源有新版本发布时，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查看自己使用的是否是最新版本。另外三个部分均为功能界面，左边是 PD 加 QC 协议输出，支持苹果、安卓快充和测试。右上方是 4.2 伏加苹果电池全协议，支持 iPhone 主板一键开机不重启。右下方是直流供电 24V 8A 良程输出可调，适合电脑、平板、手机维修。右上方的编码器帽用于功能切换和确认，旋转编码器帽可切换功能。按下编码器帽可打开选中的功能界面，左上方的 ESC 键用于语言切换和返回，按 ESC 键可返回主界面，长按 ESC 键可切换中英文语言显示。往下是功能接口，左边的 Type-C 和 USB 接口用于手机快充，右上方的 USB 接口用于开机，右下方的两个香蕉头母座用于直流供电输出。现在我们选择的是手机快充，按下编码器帽进入快充界面，苹果快充操作演示，用苹果快充线将智能稳压电源和苹果手机连接，智能稳压电源开始给手机充电，显示屏上同步显示手机快充的电流、电压和功率。安卓快充操作演示，用安卓快充线将智能稳压电源和安卓手机连接，智能稳压电源开始给手机充电，显示屏上同步显示手机快充的电流、电压和功率。注意事项，智能稳压电源给手机快充时，手机电量低于 80% 效果最佳，手机电量较足或者手机更换过尾插效果次之。 PD QC 3.0 快充不能同时使用，会影响测试准确性。单板开机操作演示，按 ESC 键返回主界面，旋转编码器帽选择开机功能，按下编码器帽进入开机功能界面。开机线和开机软排属选配产品，开机软排分三个系列，分别搭配一根开机线出售。开机线内部由五根焊接线组成，分别连接开机排线上的五个焊锡盘。我们用颜色来区分开机线，用字母来区分焊锡盘，红黄色连接 RY， 绿色连接 Y， 黄色连接 G， 蓝色连接 B， 红色连接 R。 开机排线的型号不同，字母位置可能会有不同，但是每根开机线的颜色一致，所以我们只需要记住开机线的每个颜色代表的字母，再根据开机排线上对应的字母一一焊接即可。用开机线将智能稳压电源和主板连接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开机界面，最上方显示的是选中设置的名称或参数，它对应的是下方的四个图标，选中的设置会显示蓝色，旋转编码器帽可切换设置。第一个是报警电流设置，用于主板开机后，为防止电流过高，设置的电流报警参数。当电流达到设置参数时，设备会发出蜂鸣报警提示。选择设置，按下编码器帽，旋转编码器帽调节报警电流参数，向左是减小，向右是增加。调整到需要的参数后，按下编码器帽确认，报警电流设置完成。第二个是电流良程设置，比如需要维修的设备不开机，或者漏电时，电流电压变化较小。我们使用300毫安的良程，可以看得更清楚。电脑等其他设备维修，可以将良程调到10安，显示会更全面。手机维修常用的是默认的5安良程。第三个是电流显示模式切换，表盘
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显示模式，直流供电操作演示，将香蕉头鳄鱼夹连接智能稳压电源颜色对应的香蕉头母座。我们用一个小风扇来做演示，将香蕉头鳄鱼夹分别夹住风扇颜色对应的供电线。我们首先来看直流供电的参数设置，旋转编码期望默认是以 0.1 伏为单位的调节输出电压的参数，方便智能稳压电源在供电输出过程中随时的调整输出电压。所以我们在选择设置前需要先按下编码期望，确认当前电压，再旋转编码期望选择功能设置。第一个是快捷电压设置，27个维修常用的电压参数，可快速设置 0.5 伏至24伏常用输出电压。第二个是最大输出电流设置，用于供电输出时电流达到设置参数发出声音报警提示。向左旋转编码期望是减小，向右旋转是增加。第三个是电流量程设置，和一键开机界面里面的量程设置一样，用于调节显示的量程。第四个是烧机，用于开启烧机功能。第五个是电流显示模式切换设置，可选择电流电压的显示模式。长按编码期望开启供电，现在小风扇并没有转动，我们来调节电压，将电压调整到10伏，按下编码期望确定。现在小风扇已经开启，但是智能电源一直出现声音报警提示，按 ASK 键返回主界面，可以看到短路提示，进入直流供电界面关闭供电。我们来看这里的最大输出电流设置，只有 0.3 安，我们调整到3安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小风扇的实际电流为 0.44 安左右，没有达到我们设置的报警电流3安，所以现在没有短路报警声音提醒，切换到数字显示模式。曲线显示模式。烧机操作演示，烧机功能仅可使用数字显示模式，其他显示模式下开启烧机功能时会自动跳转到数字显示模式。快捷电压里面的 0.5 伏、 0.9 伏、 1.2 伏、 1.8 伏均属于常用的烧机电压，也可以在主界面直接调节。我们调到 1.8 伏，我们用吸线来做演示，长按编码期望，电流显示红色表示烧机功能开启，用两个鳄鱼夹连接吸线，吸线熔断，智能稳压电源由于线路中断而停止供电，电流电压恢复到未连接状态。智能稳压电源在直流供电输出时，当电流大于5安，背面的智能风扇会自动开启，电流小于5安时，风扇自动关闭。